花莲县消防局指挥中心于今日下午约17:30时接获报案，说明花莲县玉里镇中山路一段47号前车祸案件，现场两辆汽车发生事故，共三名患者无人受困，无明显外伤，但有高能量撞击，送往玉里慈济医院，详细发生原因尚待调查中。